毁了啊，也不给老百姓发放。为什么国家发放这么多物资不给老百姓啊，不给消毒，这事还有天理吗？咱们上级领导有关抗洪前线物资部门，你们要一追到底，我们要一查到底。八月不高了，这是八月份里面是十月份过期，还有九个月，还一不到。上把单，同样在那儿放着没了。上把单，大哥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接不住啊。这儿是经纬度，那个经纬度是给这儿拍上，在上面。标在哪儿呢？经纬度，标上刚好了，缩进里头了。你开开门来，开门，你痛快点来。什么标啊？你刚拿这个标，这谁拿个标？八号的标。嗯。那么现在发放了一部分啊。来了好多特警，特警在前面啊，我不敢在前面去拍，那个特警守着的，特警来了，那么一两百号人，你看福民路上，你看那么多特警车、警察的车子，整个福民路都封掉了，不让车过。看，我不敢在前面去拍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、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